Hello， 各位现场的贵宾朋友、跑者们以及媒体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同来参加2017台贸 Core Run 路跑活动。我是今天主持人妍妍，非常高兴今天能在台贸购物中心看到大家，请大家先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是的，那今年的台贸 Core Run 一样结合了台贸购物中心健康、运动、欢乐的形象，在即将到来的炎热夏天呢，打造了一场热情有活力的路跑。本次呢，除了我们赛后的抽奖，像是大家现在在投递的抽奖券之外呢，我们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号码布上面有个 QR code， 在我们赛后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来到线上来做一个问卷填写，还有机会可以获得 Apple Watch 以及美丽华电影券，所以丰富的奖品很多哦，所以大家记得跑完步之后不要将我们的号码布丢掉了。那我们的话呢，填写的时间是从今天早上九点钟开始到明天中午的12点为止，一人限填一次哦，一人限填一次，所以不要重复来填写了，否则会丧失我们抽奖资格。那也另外提醒大家，抽奖券投入就是抽奖箱的跑者们，务必在九点十分以前投入。那都是用我们抽奖券来做抽奖哦，所以如果说大家没有投入的话，等一下就会丧失资格。那所以非常非常的注意，一定要在九点十分以前投入抽奖箱。那现在的话呢，本次活动其实能够顺利的举行，当然也要非常感谢许多重要的推手。那现在的话，让我来为大家一一介绍。那也请超频道的贵宾起身，就跟我们挥手致意。首先是我们台贸购物中心总经理苗延梅，苗总经理，感谢苗总经理提供如此优质的场地，恭喜，欢迎欢迎。再来欢迎的是我们的桃园市市长郑文灿市长，特别感谢我们市长这么早就来到现场给我们支持与鼓励。再来是我们的桃园市体育局局长夏金星局长，欢迎。再来是我们桃园市教育局副局长高玉姿副局长，好，在我们的台下就是 OK， 欢迎。接下来是我们的桃园市芦竹区外社国小宋校长，欢迎您。再是桃园市芦竹区鼎社国小陈校长，欢迎您。是的，也特别感谢今天众多的嘉宾莅临现场来参加我们活动，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唱名了。那接下来的话呢，让我们要邀请的是台贸购物中心总经理苗延梅，苗总经理来为我们讲几句话，欢迎我们总经理。也捐赠了各捐赠了10万元给桃园市芦竹区的外社国小以及鼎社国小，来帮助我们学校作为教育发展之用途。那现在的话，我们也请苗总经理来到台前。那我们现在先欢迎外社国小的宋校长以及鼎社国小陈校长来到我们台前代表捐赠。来，我们也请郑市长来帮我们做见证的部分。那我们先就是宋校长先来拍一张照，来前面看前面的镜头。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鼎社国小的陈校长。请我们市长苗总经理及长官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是的，再次感谢我们各位贵宾的莅临。在这边主持人有几项事情要来提醒所有的跑者们，本次10公里组出发有分两个梯次，请选手依照自己的号码布来就是出发，红色号码布是为7点出发，紫色号码布为7点5来出发。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呢，等一下都有工作人员来举手举牌，所以请大家记得了自己的颜色的部分哦。那我们在
比赛开始之前一定要活动活动筋骨，才不会受伤。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几位长官我们就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了。那等一下的话呢，请大家可以往前站一点，往前站一点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的话就要来暖暖身，因为我们今天天气稍微凉了一点，所以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跑步之前不要受伤了。再次提醒现场的所有参赛的朋友们，请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尤其在路跑的时候有身体不适的话，随时随地都要告知我们的工作人员。那如果说你在跑步过程中有看到我们的空拍机的话，都可以跟他挥挥手，之后都会有你的影像在里面哦。好，现在的话呢，就让我们欢迎极限健身教练带来我们的暖身操。